我加个微信吧，相互加个微信呗。我不怎么玩微信。嗨，我们交换一个微信吧，你找我吧。 也能教我很多东西。之前的话，就是虽然有想跟女生去交往啊、亲近的那种想法，但是并不是特别的会。学习过之后呢，就感觉更就知道怎么回事，之后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做一些傻事，也不会犯怵，比较享受跟女生交往吧。 以前就是觉得，女生都会喜欢很有钱的那种人，但是事实上并不是的。很老实帮助自己提高自己，然后在追求女生方面的一个能力，然后也想获得一份长久的爱情吧。 学生的年龄段大概在20岁到35岁之间，他们大部分人是不知道如何去跟女生相处，不知道如何去追女生，之后通过网络找到了我们来寻求到我们的一个帮助。现在这个行业整体的这个风评感觉到比较无能为力，但是我们可以管理好自己，不去做一些别人或者对社会有害没有益的事情。